我们今天的楼董事长，还有陈总召，今天还有我们五位啊，从林万忠开始，还有黄召集人哈，还有脸先生，然后何元成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五个台中啊，彰化哈，好，我们五县市总召啊，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这个刚刚陈永峰的介绍哈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们从云林彰化到北边的哦苗栗南投到台中，这个地方啊都是我一生当中最喜欢的地方，五县市啊。我本来今天有行程的，我要录连带。这个林万忠一通电话哦，叫我把连带哦把它挪到别的时段去了。但因为我下午还会演讲，要到高雄。所以今天我这个行程啊，是应他之邀哦，要奉命而来哈、哦。那我跟林万忠啊，其实他大我几天而已啊。他的妈妈是我爸爸的姐姐，所以我们亲上加亲的哈。啊，他在云林是非常通的。云林的时候，你如果被警察拦下来，你报他名字啊，马上就打通关节了哈、哦。所以全云林他最吃得开。我只要报名字就知道了、哦、那一天黄明昭跟我说话说林万忠哦，你就讲我讲真的哦，这个很有效啊。好，今天各位坐在这里，各位要了解台湾有今天啊，其实各位贡献最大，各位要知道台湾是中小企业帝国。今天每一个人在台湾啊，这一种打拼啊，台湾能够屹立不摇到今天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台湾经济打拼那一双最重要的推手。所以我们看到工业区联合总会，我们董先在召集这个台湾的工业区呢，你到每一个地方啊，它会散发出熊熊的生命力。所以这么多年时间啊，全台湾呢，大概我最看好台湾啊、哦。我讲台湾好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不相信。这几年有人看台湾不好，有人看台湾好，那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台湾如果好，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也会一直好。台湾如果不好，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也会不好。如果你对台湾没有信心没有希望，那你可以一走了之。现在没有人限制，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发展的根据地。今天跟各位要来报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经营环境，今年的情况跟过去几年大大不同。单单这个月啊，那三月各位都知道了，商业全世界都在倒银行，有没有？美国的矽谷银行啊，宣布破产。其实它在半年前呢，股价是763块美金呢，现在被币值了。瑞士信贷突然之间也倒闭了，现在瑞士银行在合并它。那你要知道，瑞士是100多年来全世界重要的藏钱的地方啊，它是中立国。突然之间呢、啊，银行也会倒，这个也告诉大家，在经过这个极度升息之后呢，现在大家要有一个，我按哪边？我下一页啊。我这个不会动、哦、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，你一生当中嘛，你从来没看过。这两天你稍微看一下前不久喊救命那个巨大，有没有？巨大突然之间它的库存到年底啊上升到418亿了。各位知道全台湾现在最麻烦是什么？鸿海的库存啊，9300多亿，9300多亿是天文数字啊。所以要从源头看起。这个事件的升级从去年的3月16号开始，大概只有一年都几天的时间了、啊。利率从0到0.25呢，现在已经到4.75到5了。这个利率极度拉升啊，景气当然会急转直下。所以现在各位稍微想一想，你回家盘点一下你的公司存货有没有
急剧上升。如果你的存货呢，库存大幅上升啊，看起来你又麻烦。这个是一个在今年当中你去面对的，因为利率大幅上升，银行呢去买债券，很多人就踢到铁板，所以银行会破产的，也跟债券殖利率拉高有关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往下看，我跳回来，啊，白色了，好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全世界通膨摆在大家眼前，这一张图是60年来大家可以看到的通膨的路径。美国告诉你，你看美国在去年的6月到 9.1%， 这个 9.1% 已经非常可怕了。那它经过19次升息，升19嘛，好不容易把那个 CPI 呢现在降到 6%， 6高不高呢？6还是高。我们过去的30年啊，利率大概长期都在零附近，所以你借钱成本很低。台湾到现在为止我们升5码，跟美国升19码差很多啊。那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，经过升息之后呢，其实这张表告诉大家，升息大致上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。第一个，一定有战争。1974年是以色列发动七日战争，到1980年呢是伊朗回教革命，这一次啊是俄罗斯去打乌克兰。第二个呢，油价会大涨，所以第一次啊油价是2块变12.9块。第二次呢，1980年从4块多啊变成40几块，这一次最高油价到133块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油价下来了，但是呢 CPI 还在6以上，还是高。我把这两年哦 CPI 的变化跟大家讲，通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通膨在2021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了，到2021年的下半年到第四季它已经 6.2-6.87 了。但是美国联准会啊认为通膨短期现象，它根本不在乎，一直到2022年的3月呢在升息，而2月啊俄乌战争开打。其实在去年第一季呢 7.5-7.9-8.5 通膨已经挡不住了，所以美国联准会的升息动作太慢。这个动作太慢呢，它一升以后呢不得了，这张图非常重要。你从来没看过一个升息的手段这么快速，一次呢每个月都在升，从3月16号升1码，到5月4号呢升2码，再到6月15号呢升3码，然后 3码连续升4次，升完之后呢再升2码，然后呢2次升1码。这一升现在各位可以了解，利率 4.5 到5年是在20年当中啊第三高的，上一次呢金融海啸 5.25， 第二次啊前面那个葛林斯班啊 6.5。 每一次利率在高档呢，银行一定会出事，所以这一次你看到瑞士信贷倒了，然后呢西谷银行倒了，后面还有谁会倒还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也告诉大家，银行倒也不见得是坏事，因为啊美国联准会升息动作会缓慢下来，所以今年我认为它顶多在升一码，升一码的时候呢大家就比较有缓冲空间了。去年这一年是我们在整个经营环境当中啊最大逆转的一年，那这一年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你的企业一定会面临非常巨大的冲击。所以鲍尔现在讲这个，他们一段时间都会出来讲话。好，你现在可以知道今年升息两次都各升一码，但是呢通膨看起来美国用升息手段去打通膨效果有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COVID-19 的三年啊改变了全世界。大家知道疫情开始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不敢出门，然后封城，航空公司飞机没飞，旅游业啊暂时停止呼吸，餐厅没有人去，饭店没开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一些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呢都在裁员。现在啊开始解封了，大家都全世界都来旅游了，但是你知道啊饭店被裁员的人啊被裁掉以后没有回来，
现在你必须啊要用更高的工资啊把人找回来。所以全世界现在薪资上涨的压力全世界都一样。第二个呢，服务的成本比过去高很多了。你现在到饭店了，你知道饭店不容易订得到，但是订到了你一定加倍，所以饭店的价格也大幅上涨，飞机票也是一样，所以那个通膨是降不下来的。所以现在鲍尔在讲要把通膨降到 2%， 我认为缘木求鱼，不可能。所以将来大家可能要忍受一个比较长期的通膨的压力，这是大家心理上一定要了解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发展当中啊，大家可以理解世界变化有四个重点，现在也提供大家来参考。第一个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以前啊都在降息，现在呢都在升息，即便现在不升呢，利率也会维持在高档，这个是现在大家一定要面对的。所以过去啊借钱成本非常低的时代呢是过去了，开始大家去想你跟银行借钱利率会提高。第二个，现在影响大家最大的，这个世界以前叫离岸外包，现在叫做有岸外包，只差一个字，但是呢差别会非常大。这个非常大，最大的关键在美中的对抗。如果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通膨也降不下来呢？以前你只要全世界有低廉的成本你就去了，现在啊要考虑国家安全，所以 有中国你就不一定能去，然后呢美国就叫你移转供应链，所以你原来去中国现在可能到印度啊，印度又很困难。所以这个有岸外包啊，它强调供应链要放在友善国家，那你不友善的国家你就不能去了。所以伴随而来，你知道像类似晶片战争啊在我们周边啊不断在发生，这一场美中角力呢最少10年以上，所以它也会影响未来的世界。第三个是呢，我刚刚讲的 COVID-19 呢改变产业的生态。现在产业呢分成两种，一种呢叫否极泰来，坏到底的现在起来了，但是以前好到不行的呢现在都很惨，这个就是跷跷板理论，也叫猪羊变色。所以这个产业当中啊，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升息升19码了，但是美国的失业率呢 3.4%， 85年来最低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以前被裁掉的产业现在都把人找回来，现在都到缺人了，所以失业率呢现在降到85年最低。这个跟你过去经验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你升息一定会带来大量失业，现在呢升息升那么多，就失业率啊非常低，这个现象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。好，那这个就后坐力了。当你的利率不断的拉高以后呢，它一定产生最大的后坐力。所以在单单在这两个礼拜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第一个呢，矽谷银行破产，它原来是一家很好的银行，很优质的银行，突然之间呢、银行会倒闭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家矽谷银行原来服务矽谷那个新创公司啊，那矽谷这几年非常好，所以大家都存钱，它的存款拉到2100亿美金以上啊，突然这么多钱，那个银行的总经理他觉得应该钱要去投资啊，他就去买债券，债券逐利率原来他买的时候呢 1% 以下，现在拉到 4% 以后呢，他发现这下周转不灵了，所以他把那个其中210亿的债券呢拿出来一卖，一卖就亏18亿，他后面还有1000多亿啊，大家一看情况不妙了，都去提钱，两天之内啊他被提走420亿，这下子就掉锅子了，突然之间破产。所以那个破产在瞬间了、那他一破产之后呢，美国那些地方型的银行啊也跟着都拉警报，因为啊大家发现了、钱存在小银行不安全，就把钱拿到大银行，这下子那些小银行又告急了，所以那是一个连锁效应。再来你看到瑞士信贷呢一样很麻烦，为什么呢？瑞士信贷有史以来它经营都不好，现在呢两手一摊呢，它本来有1000亿瑞士法郎，这次啊掉到剩30亿，最后30亿卖给瑞士银行，所以一家老牌银行搞到最后这个样子是你难以想象。好、这两天啊又在传德国的德意志，有没有？德意志现在
市值也剩180亿了，这个嘛，德国那么大啊，银行的市值那么小，这当中啊，这家公司你看看，这叫矽谷银行。矽谷银行的股价哦，在半年多以前还有763块，那个很高价的。它在破产前一天啊，剩100，现在呢变币值。那瑞士银行呢，一样麻烦，为什么？瑞士银行已经啊，从2000年以来一直就不好，因为啊，所有银行地点它每个都有踩到。所以搞到这么惨哦，也是经营不善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它瑞士收拾残局。那这一次你要特别注意到，瑞士信贷一倒以后呢，我看中国那些有钱人影响最大。为什么？中国有钱人都把什么钱放瑞士啊？啊，这一次瑞士信贷当中有160亿的瑞士法郎的 ATI 就是四顺位一级债券，全部被币值归零。所以你买到了就没有了，没有以后呢，财富又蒸发一次。所以瑞士银行呢，瑞士信贷一直都不好。好、哦，台湾的银行啊，状况也没有很好。好、哦，台湾银行业呢，我们在2021年啊，所有银行、证券、寿险、保险加起来呢，赚了9366亿，去年呢，赚到的钱减少一半。去年赚钱减少一半，原因在哪里？这当中啊，凡是有寿险公司的，因为债券操作亏掉非常多，现在累计亏损还有超过1兆，没有提列的。那产险啊，为什么亏那么多？产险亏1905亿，我相信在座各位去年一定有人领到防疫保单，防疫保单加起来呢，总共亏损听说还没有清完，会超过3000亿。到去年底已经提掉啊1905亿了，那提到1905亿呢，所有产险加寿险加起来呢，我们在去年亏了186亿。那证券业呢，只剩本来赚1200多亿，剩下663亿，为什么？去年股票市场非常不好，所以证券业呢少了53%。这是台湾现在去年所造成的金融业的一个冲击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。凡是你在银行的人，2021年是丰收啊，去年大家苦不堪言，今年看起来险况还没有过去哦。那现在各位可以看到，银行不行，铸造业呢到底行不行？巨大第一个告诉你，那个企业延票45天，他到第三季的时候呢，存货374亿，昨天他正式上网公告。到第四季呢，它的库存418亿，所以库存没有减少。那库存没有减少，告诉大家，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骑脚踏车。现在脚踏车呢，在疫情开封这个解封以后呢，它的需求突然之间啊，像雪一般降落下来，所以急冻。这个急冻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，航空业、旅游业、餐饮业现在变好了。但是原来好的，你看晶圆代工啦、自行车啦、货柜航运啦、面板啦、笔电啦，现在很惨。这是现在有人好有人惨，这个跟过去三年刚好倒转过来相反。这一张哦，我把它整理出来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库存的调整是未来企业经营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人，你自己都有公司，好，那他们都这么惨的时候，你想你会很好吗？也不会啦。为什么呢？整个大环境都充满肃杀之气。这个肃杀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鸿海到第三季它的存货是8805亿，到第四季啊，它已经上升到9390亿了，它不但没有减少，还增加。哎，华硕在第三季1850亿，到第四季呢，它降到1427亿。它为了要清库存，第四季啊已经亏了38亿了。华硕从来没亏过钱，但到第四季呢，华硕已经赔钱了，因为要清库存。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到，像笔电啊这种啊，电脑有关的那个库存啊，几乎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你的库存水位越高啊，你会更加麻烦。这个是现在我们在存货大作战里面、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。那
这种大好的产业跟大坏的产业，疫情刚好三年是一个分水岭。我拿这两家公司来做代表，你知道我用图给大家看，一家叫 Zoom， 一家叫 Peloton。我们在2020年疫情爆发以后呢，不能出门，都在家里视讯啊、哦，在开会。那个 Zoom 的股价呢，突然暴涨，涨十倍。现在 Zoom 回到原点，你告诉大家，疫情解封以后呢，它创造的功能就少了。下面那一家叫 Peloton， 是因为不能出门，在家里看着电视，在那边视讯啊，在做健身，有没有？股价从17块都涨到170啊，这个大爆发呢，现在掉下来剩6块多，比原来更惨。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、啊、巨变的时代，而是一个大调整的时代。那如果你讲的时候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现在那个全世界的邮轮啊，还没有翻起来。你看到、哦、邮轮在最疫情爆发的时候都停在码头边了、啊，都不能开啊。现在邮轮慢慢在启动了啊、哦。那航空业也是一样，波音最明显。波音在疫情爆发以后呢，飞机的订单没有了，它股价从446啊，一口气掉到89。现在波音开始起来，波音现在手上飞机啊，做十年都做不完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在你看到的景气的赛道呢，完全不一样。对台湾来讲，我这边这张图是改变台湾非常重要的力量。现在各位可以理解，水龙金现在下来了。2020年的1月23号，疫情爆发那个晚上，就是武汉宣布封城。这个是我对水龙金最很大的帮助，因为台中的工业区啊，那些做工具机的帮助非常大。为什么呢？1月23号武汉封城，那一天我正好回南部要过年，我看到啊，台南那个麻豆康纳乡啊，排队在买口罩。康纳乡的观光工厂，我赶快给史隆金打个电话，我说拨电话，买口罩要去观光工厂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台湾没有人在生产口罩了，所以那个口罩一定放在机台。我说如果这个疫情大爆发，你台湾一定要最少一天哦，要生产1000万片的口罩。他一听到我说你去查一查，第二天他跟我讲，只有218万，因为做那个高级比较高级的口罩，那一般低阶的没有。那我赶快跟他讲，我说你去叫业者把那个机台、啊、搬出来，赶快修啊。然后呢，去找工具机的业者、哦、帮他加装新机台。所以在座台中工业区很多的厂商呢、啊、都帮了大忙，你知道吗？水龙金因为啊他很卖力，就20天之内把那个口罩生产量弄到1000多万片，到最后2000万片，所以他。经济部长啊，做到非常得到赞赏，最后他升官变副院长，这个也是史隆基另外一个贡献。我跟他讲，台湾为什么过去那几年台湾经济都不好？因为没有人在台湾投资啊。当你的投资都在投别人的时候呢，台湾怎么会好？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然后薪水偏低。我说最重要的工作，你要把台商号召回台湾投资，这个就台商回台投资专案。各位知道2019年开始要号召台商回来的时候，很多人怕得罪中国呢，大家都叫 A 公司 B 公司啊，回台湾投资要躲躲闪闪。所以到2019年年底，刚好广达去买中环的林口那个工厂，我叫沈龙金呢去说服那个林百里，我说叫广达先登高一呼站出来。所以广达站出来之后呢，开始投资台湾三大方案，每个礼拜公布一次，厂商加速都来。这一张表告诉大家，到3月24号为止，有1340家的台商呢通过审查回到台湾投资，总共投资金额呢2兆400亿，创造就业呢144000多。这三个、啊、这个表示我叫他要降落了，这个是改变台湾非常重要的力量。因为有厂商在台湾投资，就跟各位一样，每一个人啊做打拼，在每一个工业区内守着自己的公司，努力创造你的业绩，台湾才能够不断的崛起。那台湾在经过这个投资台湾之后呢，这一张表也告诉大家，这个代表台湾的力量，各位千万不要小看了。
很多的这些年把台湾讲得一无是处，但各位要知道，这三年是台湾经济最好的三年。这话怎么讲？你看到在2019年以前，台湾整体上市柜公司，这已经是比较大型公司上市上柜了。我们在2019年以前，台湾 整体上市柜公司，赚的钱从来没超过2兆台币，2019年是 1.99 兆。但是呢，疫情爆发之后呢，2020年我们赚2兆4600亿，到2021年呢赚4兆2980亿。去年赚多少呢？去年现在要到明天，最后一天截止申报。那去年我相信应该介于4兆到 4.2 兆之间。换句话说呢，台湾的企业呢能够连续两年赚超过，两年都各赚超过4兆，这不容易啊。而且从2021年的第二季开始，台湾的企业呢一季赚一兆，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大家可以理解，这两天马总统跑到大陆去，马总统从2008年上任一直到2015年他卸任，16年，你统计到2015年的年底，他八年当中台湾整体上市柜公司赚9兆7千亿，九兆七千不到10兆哦。我们这三年从2020、2021、2022年赚多少？赚10兆8千亿，三年比的抵过过去的八年。所以我最近跟他们讲，台湾创造家机最重要的贡献是谁？你看到台湾的半导体，现在台湾的半导体有多强？你可以想象得到。第四季，台积电赚2959亿，差不多100亿美金。最近最红那个 Nvidia 呢，第四季赚14亿1000万美元。Intel 呢亏6亿6千万美金 ，AMD 啊赚1600万美金。所以台积电跟别的半导体公司差距拉大了，拉大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单单去年，四家晶圆代工的公司，总共赚1兆1400多亿。比2021年呢几乎快成长一倍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我请问大家，台湾开始有护国神山，什么时候开始？2020年以后，在之前并不明显。为什么呢？台积电没有那么伟大，但是台积电到后面那后力是爆发了。台湾的半导体最惨的时候呢是2015年，各位最近看到一个新闻，那个赵伟波被抓了，有没有？赵伟国来台湾也找过我去啊，那个时候很嚣张，为什么？他说要并台积电，要并联发科，全部把它并下来。他说台湾半导体卖他就可以。那个时候蔡英文还很心动，你知道？结果他现在主观破产。但是台积电现在起来了。2015年台湾那个时候非常的惨，那个茂德破产，日光欧必达破产，立晶啊下市，然后呢南亚科快被毙止。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单单在这几年当中，台湾的半导体，现在台积电去年赚1兆165亿，台湾的企业呢能够一年赚一兆的只有台积电。再来呢，从联电、世界先进、力积电，他们在去年都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。你把那个联发科、联咏到瑞昱七家公司啊，加起来去年赚1兆3千亿，我们如果去年赚4兆。单单这七家公司已经赚了1.3兆了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这个是台湾真正在这几年当中，台湾的好，半导体最明显。还有一个呢，半导体好什么好？后柜行业好到不行。为什么？后柜行业呢，在很多的港口，这个现在塞港的情况之下呢，在去年一年，你看这两年大赚了。我们2021年这三家公司赚了5076亿。2022年赚了6078亿，这个不得了。但是你注意到了，到第四季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，那个万海航运的第四季亏损，大赚变亏损，这后面当然严重了。关键在哪里？这张表非常有意思。这一张表最下面那个叫 BDI，BDI 是散装货运，上面呢 SCFI 什么呢？上海集装箱指数。全世界货柜只有两个指数，一个叫 CCFI 是中国集装箱， SCFI 呢是
上海集装箱。为什么货柜的指数呢？用中国来变呢？全世界货柜。